花鸡，七连鸡，杏花鸡，一只包摊，一只盐焗，一只小炒。不错不错。大毛，今天啥事啊？整这么丰盛？我跟你客套客套，你还当真了？直接一锅炒了它，农家柴火鸡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饭都煮这么多了，怎么吃得完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用着急，有我在，只要做出来啊，汤汁泡饭你不能都吃三碗？行不行？我煮了这么多米了，走啊走啊走啊。起锅多来点菜籽油，油热把姜片爆一下，再下入鸡块，一定要把里面的水汽水分给它煸干，煸到这种有点焦焦黄黄的，放花椒，来把干辣椒，一碗炒鸡酱，再来一勺甜面酱，给它翻炒均匀，加两罐啤酒，调味放生抽、蚝油、味精，给它焖一下，慢慢的给它收干汤汁，放入土豆片、蒜子，最后加入青红辣椒就可以出锅了。都尝尝我这个农家柴火鸡，我特意做的大块的呢，吃的才过瘾。哇哇，这柴火鸡鲜的入味的，柴火的香味吧，好吃啊。这大块鸡肉吃的就是过瘾啊。还吃这么多，等会儿打包点回去啊。但是吃上就显得打包，锅里还有那么多饭，我也打包，肯定吃得完。